我们来了。周瑶，你在哪儿？你在衣柜里吗？里面会不会是梦怪啊？小心点。周瑶，是你吧？你们在这里干嘛呢？这里有怪物！你好，英雄宋天。你好，微微。其他人呢？你来这么早，我们都还没睡醒呢。你好，静静。聪聪、笑笑、飒飒。宋天，你今天为什么看上去特别害怕？是的，放松点，我们会帮你。今天的梦怪一点也不可怕，只是飞行床单而已。你好啊，宋天，欢迎你来到恐怖的世界。你别想再吓唬宋天。我们来用风打他。好吧，这张床单确实很吓人。就是，大家都说根本没有梦怪，可是我真的在衣柜里看到他了。现在快点拿起英雄之剑。太过分了，快点放我下去。长鼻象，我们走。宋天，你要去哪儿？这些对你来说还不够可怕吗？我现在已经不在衣柜里了，你跑不掉的。我们先假装投降。哦，床单怪，你太厉害了！我们想和你做个交易，如果你给我们一半消导，我们就会帮你寻找宋天。可以，找到宋天，我给你们半个小岛。嘿，长鼻象，宋天呢？我知道我不能再害怕了，但我一看到床单怪，我就控制不了自己。别担心，我们想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。快点拿着英雄之剑。这是一个无人机梳子，希望它能帮你打败床单怪。无人机，这个我会玩，可是我该怎么做呢？怎么会是一把梳子啊？梳子为什么要悬挂在无人机上面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他是要你给梦怪梳头。梳头？试试吧，英雄之剑从来没出过差错。宋天，你终于来了。等一下，你这个吓人的方式太老套了，我们要用一些科学的方式吓唬他。
首先，你站的位置就不对，要吓唬宋天应该站在这儿。为什么？这个距离是经过科学计算的最恐怖的距离。你看，那个东西可以让人更害怕。宋天，你来演示一下吧。我真的好害怕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开始吓唬他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可怕？是啊，好怕。但是你别乱动，你动的时候我看不清你的样子。宋天，你好好看着我，现在是你最害怕的时候，快点害怕吧，我需要你所有的恐惧。再吓唬我一次，我想你一定会让我感到更害怕的。太好笑了。怎么了？你们笑什么？我们在笑你。我怎么了？你照镜子看看。哦，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怎么办？这下完了。在精灵岛屿有很多奇遇，但为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。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在精灵岛屿，快乐在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是冲下心自己，坚定自己。精灵守护者，我们坚强善良，不再流泪。精灵守护者，只要勇敢宋天去哪儿了？他在玩找梦怪的游戏。哦，让我们看看谁藏在里面。大黄，你在衣柜里干什么？我觉得大黄需要一个房间，就让他先住衣柜里了。你们在和大黄玩什么呢？大黄躲在衣柜里，吓了宋天一跳。他还小，你很快就会长大了。我们回家吧。可爱大黄，下次我们再玩别的游戏哦。另一个世界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。